跳水苏搞出人命，释小龙助手浸死。我就是不会游泳，这么没用的话，我死了。浙江卫视真人 show《中国星跳跃》专揾艺人参加，点知最近就玩出人命。前晚内地演员释小龙由教练陪同喺跳台旁边训练，同佢一齐嚟嘅十八岁男助手去咗另一边泳池玩水遇溺，抢救四个钟之后死亡。虽然有保安人员在场，但系都发生咁嘅事。节目宣传统筹就话，肯定系管理上面有问题，一定会善后。我七岁学跳水，二十岁赢得奥运冠军。13年，我练习跳水113976个小时，而这一次，我的队员们只有21天。个节目由田亮做领队，周继雄做总顾问，仲为参赛嘅艺人提供30小时训练。但佢哋始终唔系专业嘅运动员，要由10米高嘅跳台跳落嚟，真系揾命搏收视噶。好似阿 sa 咁，就试过整亲条腰啦。就到底不要放松。好了，OK。刚刚那么痛，还是有一点点酸酸的。今次仲搞出人命，有网民就要求广电总局罚佢哋钱啦。